高雪花冰夏天季节限定，吃一口套心凉，还有传统黑糖搓冰，要吃什么料都能自己挑。软绵绵双麒麟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口感超滑顺。冰淇淋跟双麒麟热量差很大，乳脂含量冰淇淋高达18%，而双麒麟大约6%。两球冰淇淋热量高达400大卡，热量等于2碗白饭。冰棒和雪糕口味越单纯，热量越低，而雪糕通常加了奶粉和奶油，一支热量250大卡，大约1.25碗的白饭吃下肚。如果以口感而言，是双麒麟比较好吃，热量应该是雪花冰比较高。雪花冰一片片飘下，光用看的体感温度就降了好几度。和搓冰比一比，黑糖搓冰大约60大卡，但雪花冰一碗400大卡，如果再加配料，热量直逼700大卡，等于一个便当。像这种雪花冰或者一般冰品来说，它的精制糖含量其实还是比较高，加料的雪花冰可能就会2碗多的白饭的热量。夏天吃冰好过瘾，但热量恐怕也得注意，挑对的冰来吃，以免掉进肥胖陷阱，让肚子上的肉失控，大几寸。记者黄勋、邓明高雄报道。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